8月10日，黄磊大女儿多多在机场被偶遇，整个人状态不错，迅速引起网友热议。画面中，多多穿着黄色 T 恤，头戴黑色发箍，两条麻花辫，戴着大金耳环，看起来甜美可爱，充满青春活力。她对着镜头甜笑，整个人状态不错，皮肤白皙细腻，满满的胶原蛋白，像个邻家女孩。多多这次的打扮很讨人喜欢。此前有网友晒出和多多的合照，那时候的多多也是麻花辫发型，穿搭显得十分成熟，不过也很漂亮。还有一张是多多参加聚会的照片，她化了烟熏妆，穿了金色吊带礼服，高贵大方，优雅气质。很多网友都说多多越长越美，越来越像妈妈孙俪，都是文艺气质美女。作为星二代的多多一直受到关注和讨论，特别是她的化妆和穿衣风格。其实女孩子爱美很正常，爱美也要培养，只有试过才知道什么适合自己。而且多多平时的打扮也很日常，尝试不同的风格，很有主见。幸好黄磊和孙俪都很开明，很支持女儿。如今黄多多近照曝光，也祝她越来越优秀。对此你怎么看呢？